你记得的，基本上水果的味道不会。老师，你打开一下，打开一下，就在录影中哦，来，就来。有柚子、番茄还有番茄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。你是纯粹有兴趣吗？我是修理小提琴的。哦，真的。差太多了，跟你讲。